员标题，搞清老照片，清朝末年的官员照片，服饰都很华丽，眼神都很呆滞。1840年，清王朝在中英的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打开国门，早已落后世界的清帝国开始跟世界发生交流。欧洲在工业革命期间发明出的新式工具、技术以及一些新思想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华，其中就包含了1839年才正式被发明出来的摄影术。于是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很多当时的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晚清时期的照片。今天的老照片中有不少晚清的官员照片，一来当时的摄影术价格高昂，一般的老百姓家难以负担；二来当时的外国摄影师都很喜欢拍摄中国的官员，因为他们的穿着在外国人看来非常的独特。清朝的官服算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为华丽的官服了，每一件造价都不低，品级越高的服饰也就越华丽。从官帽到服装上绣上去的飞禽走兽，再到官靴和配饰的朝珠都很讲究。清朝是马上的天下，开国以来就一直比较崇尚骑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晚清时的照片还有不少骑马射箭的造型。可是殊不知，彼时的欧美国家已经全面迈向了现代化的脚步，火枪火炮都已经开始普及，这也是后来的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几十名官员在一起合影，所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的官服，服饰都很华丽，可是这些官员的眼神看上去却都有点呆滞。面对眼前的洋人，面对洋人手里的摄影术和摄影术所代表的远超当时清王朝的新时代，这些官员都有些迷茫不知所措。两位年轻的官员穿着冬衣的一群官员，当时官员四品以上才能佩戴念珠，因为清朝的皇室都是信奉佛教的，当时官员的念珠都是108颗，穿串的方式也很讲究，所用的材料应该也都极为讲究。今天的社会很多人比较喜欢盘串，也许从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